哇，大家都好準時喎、啊！我就去咗洗手間，舒服曬，準備好享受埋呢下半場啦。咩享受啊？你要介紹㗎？係啦，咁下首歌係咩啊？吱吱喳，蹦蹦吧，吱吱。喂，你做咩啊？做緊嘢啊？你猜妹啊？其實啊，我咪就係講緊下一首歌咯。咩嚟㗎？係龍貓啊！你唔係未聽過啊嘛？龍貓。係啊。嚟緊呢一首歌咧，有龍貓嘅片頭曲啦，叫《散步》，仲有《煤炭屎鬼》啦，仲有《貓巴士》添啊！點知啊，下一首歌仲勁啊，係 J-pop Stage Volume 5，有15首由1966年至2005年好出名嘅主題曲嘅大集會嚟㗎啦。最緊要就係講 One Piece 啦，《One Piece》咧，我知道我身邊嘅男朋友、女朋友啊，個個都被呢個小説啊、漫畫瘋魔咗㗎。我仲聽聞咧。在座咁多位觀眾咧，其實特別期待咧《海賊王》呢首歌添噶。除咗《海賊王》之外咧，仲有小丸子啦、柯南啦、龍珠啦、IQ 博士啦，好啦，仲好多好多好多歌噶。啲觀眾自己聽啦。咁第十首咧，係《超人特工隊》，係一首咧好典型嘅爵士樂嚟噶。嗱，呢個卡通片咧令我印象最深刻就係佢教識我，原來做 superhero 嘅制服係唔應該有斗篷噶。咦，咁你應該好有共鳴喎、哦。係啊，同埋咧，佢亦都話其實呢首歌同其他都好唔同噶，佢係 jazz 嘅音樂嚟噶嘛。跟住落嚟咧就係、埃及王子啦，咁係一首咧好有中東色彩，而且好有宗教信息。咁呢一首歌咧其實係講摩西咧帶領以色列人咧過紅海噶喎、哦。係啊，嗱。各位觀眾，就咁講埃及王子，你哋可能未知係邊首啊？嗱，如果咁樣咧 ，When you believe 咁樣咧，嗱，大家應該知啦，係嘛？其實啊 ，Mariah Carey 同埋 Whitney Houston 亦都合唱過呢首歌噶。其實聽你唱咧，我就真係唔係好覺得咯。嗯，咁下首咧，下首咧就係勇氣100%，係忍者亂太郎嘅主題曲嚟噶。係啊，嗱，佢呢個主題曲咧係由好出名嘅男子組合光 Gangi 唱過嘅，我自己就好中意首歌，因為好精神開朗同埋好有朝氣㗎。唔怪得啦，你個人咁朝氣勃勃。嗯，咁最後一首歌咯喎。最後一首咧就係、是、Disney at the movies。哇，咁我哋真係有始有終，我哋由 Disney 開始，亦都用 Disney 畫上完美嘅句號喎。係啊，歌曲咧包括有《獅子王》啦，又有《灰姑娘》啦，跟住仲有《唐老鴨》啦，又有《小魚仙》啦，有《美女與野獸》。嗯，咁事不宜遲啦，我哋快啲欣賞埋呢下半場好唔好啊？嗯，咁我哋用熱烈嘅掌聲再次歡迎我哋音樂總監兼指揮薛學全先生。